尊敬的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早晨。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请大家打开经本第二品的第八页，经本第八页第一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参加无量寿经大会的这些菩萨众啊，他们利他之德第四小段，叫做悲演制度。经文是轻大悲敏有情演慈辩受法眼道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请济负荷皆道彼岸。好，咁呢度讲嘅系啊，呢啲法身大事都系慈悲智慧啊，差唔多同啊果地如来啊相同。佢哋对一切嘅众生轻大悲，兴起大慈悲心。敏有情，这个敏啊是哀悯怜悯众生啊，非常之苦啊，所以菩萨啊兴起慈悲同情的心，兴起平等的大悲心啊。这个大啊是讲平等，它不是大小对待那个大，这个大是不是没有相对的，是完全对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它没有冤亲爱憎等等的分别，不会说啊它是我的亲人我就对它比较慈悲啊，他是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啊，我就对他没有慈悲，甚至他是我的敌人我就一点慈悲都没了啊。这个是啊有爱憎有分别，这个不是大悲啊。大悲是什么呢？冤亲平等啊，他跟我是至亲眷属，我要对他大悲。他跟我是深仇大恨的，他有深仇大恨我是没有的啊。他要来折磨我，要来伤害我，我呢还是对他要兴起大慈悲心，这才是菩萨啊。凡夫啊这个做不到啊，凡夫就有分别有执着啊，喜欢的人就慈悲，不喜欢的人啊就远离啊，甚至啊排斥啊讨厌啊，这些呢我们要放下啊。学法了就要向菩萨学这一种大悲心啊。那怜悯有情，这个有情众生啊是包括十法界的众生啊，六道的众生很苦啊，所以一定要去帮助。而出了六道了，入了四圣法界了，所谓是净土了。六道是秽土啊，污秽的俗恶的啊，贪嗔痴非常之多，这个秽土
净土咧冇咗贪嗔痴啦，但系仲未有完全觉悟啊，所以咧佢哋仲有苦。所以发生大事已经出离咗十法界啦，既不在六道，也不在四圣法界，出离十法界。他们怜悯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呢又回来十法界来讲道众生。那讲道众生最主要的方法是什么呢？下面讲的演慈辩受法眼，即是讲经说法啊，帮助众生开悟啊。众生的苦怎样来的呢？完全就是迷惑颠倒啊，未认清这个事实的真相，迷在这里面，所以啊就会造业，就会受果报，果报就会有苦啊。啊，所以菩萨度众生一定是要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这里讲演慈辩是从慈悲心里面发出来救度众生的悲愿，为他们说法就叫做演慈辩。这个辩是辩才，由慈悲心发出来的辩才叫慈辩。其实慈悲是性德，自性本有的性德，辩才亦是性德。你怎样才能够得到辩才？你一定要有慈悲心。那个辩才不是学回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是真正从大慈悲心里面显发出来。所以我们要发这个心，要讲经说法，无论是出家在家四众弟子都有这个使命，都有这个义务，为一切众生啊介绍正法啊，帮助他们破除烦恼，得到啊快乐啊。咁你自自然然就有三宝的加持，那个辩才啊你不用学啊，自然就有啊。我经常是上台讲法，上了台之后讲什么，你叫我落台复述出来，复述出来我复述不出来。上了台之后讲是什么呢？三宝加持。有时候人家将我讲的那个光碟重新播出来给我去看，哇，我看到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他讲得那么好？这个是我讲的吗？不敢相信啊，真的有这个情况啊，这种情况很多啊。所以不是我本人有什么辩才啊，我讲广东话都是不咸不淡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听了之后觉得还有些受用和得到一些利益呢？这个是三宝加持，阿弥陀佛加持。而怎样才能够得到佛菩萨加持呢？无他的，你要发出那个慈悲心。古德有讲，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你不忍心看到众生那么苦，那
那个苦啊，其实可以不用受。他就因为迷惑颠倒，冤枉受苦啊。你只要能够帮助他觉悟了，他不用受那个苦啊。所以你要有这一种不忍之心，这个就是怜悯心。那你就要学圣教，佛陀的教育是圣教。学就是为了什么呢？帮助众生。你要帮助众生，首先你自己要觉悟，自觉然后才能够觉他。如果是自己都不懂游水的，你见到人落了水喊救命，你想救都救不到，跳下去搭多一条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要搏命来用功，先求自己觉悟，然后你就有能力帮助众生觉悟。众生遇到什么困难，你自然就懂得怎样去 开导他。这个就是慈辩，受法眼，法眼就是智慧。如来有五眼，欲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其实这五眼人人本来具足，你都有啊，不是说只有如来才有啊，你都有。讲句真实话，你就是如来。为什么你现在没有这个法眼呢？没有这个慧眼呢？没有智慧了？没有天眼呢？隔栋墙都看不出去了，没有天眼。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有障碍。这个障碍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将这些都放下了，你自然就五眼具足。这个法眼是讲能够选择法门的智慧。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很苦，想出来又不知道什么方法，所以佛菩萨来到六道里面帮助众生受法眼，跟他们显示出来六道的道路。我们现在处在末法时期，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平平安安出来六道呢？祖师大德跟我们讲了很多，唯有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除了这个法门之外，你想去试一下其他法门，看看能不能够出六道，能不能够成佛道，比登天还难。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要授予众生什么法门？净土法门。这个要用智慧，懂得去选择。所以法眼是能够看出众生的根器，众生适合修什么法门，你选择一个最善巧的，最契合众生根器的这个方法，这种智慧就叫做法眼。那我们教导众生对于佛法，首先要有正知正见，他要懂得辨分别，
正法和邪法。佛法，我们之前在介绍佛陀教育的时候就讲到，现在佛教啊存在六种形式。第一种，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教育，这个是正宗的正法佛陀教育。第二种呢，变成宗教的 佛教了，寺院庵堂，不再讲经了，不讲课了，办一些法会超度祈祷回向这些属于宗教。宗教是什么呢？是变了质的佛教。但是呢都不算太离谱。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时他那个传的教是教育的佛教。他从来没有带弟子做一场法会或者是打个禅七他不会搞这些。他每日的工作就是讲经说法。经里面讲话依时说法，这个时是印度的时，印度一时等于我们四个钟头。他依时说法就是八个钟头讲经全职教育弟子是八个钟头听经你看这个不是典型的教育跟现在世间学校没什么两样。但是他那个学校呢没有固定的地点行到树下就在树下教，行到恒河边就在恒河边教。有时候呢国王大臣呢供养个精舍出来，譬如讲奇缘精舍，释迦牟尼佛亦好开放好活泼，他亦都接受，就在这个精舍里面教。但是教育的内涵没有改变到。这个法会是几时兴起来的呢？根据我们老法师的讲法，他是听道元老法师的，道元老法师原来在台湾从大陆过去的，是我们唱功师傅的德界和尚，好像是德界和尚，德界和尚还是三师之一，我不太记得了，原先在北京。道元老法师讲的，他对佛教很有研究，他说呢法会大概几时兴起来的呢？应该是唐朝唐明皇那时候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安史之乱安禄山造反几乎将唐朝推翻后来好在是郭子仪带兵平定内乱当然这一场战乱死伤的军民非常多皇帝呢他是佛教徒他亦都说为了要表示哀悼所以在每一个战场起了一个寺院叫做开元寺开元年间唐明皇那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寺院叫做开元寺一听见开元寺你就知道唐朝那时候下来好像潮州有个开元寺很多地方都有开元寺然后呢请了这些法师去那里来举办法会来超度亡灵用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讲其实这个法会是一种追悼会表示自己的一种哀悼因为皇帝都这样做了民间就立刻流传开来了所以呢从唐朝开始这个法会就民间都开始越来越普遍一直到清朝这个佛教主流还是教育两百年前的寺院
主要的工作还是讲经说法，法会呢是附带的，不是说主要超度死人的，不是那个。但是呢，清朝末年慈禧当令的时候，他对佛法不重视，你看他自己自称为老佛爷，比佛还要高，他是佛的爷，你说麻不麻烦？所以上行下效，令国家领导人对佛法不尊重了，下面的百姓更加越来越就不尊重，文武百官也不尊重，所以到最后呢，佛陀教育呢就 不再兴了，变成呢寺院只是搞法会了，超度了，一路到现在这个风气还是这样。所以你看，你说看中国海内外寺院里面有多少寺院可以说定期讲经说法的，这个不多，我们圆明寺算是很难得的了，正法道场讲经说法每个礼拜都讲，但是呢每个礼拜才讲 一日不够啊，古时候日日都开讲啊，而且是什么呢，大丛林有 很多个堂口你喜欢学哪一部经你就去那个堂口听譬如说你喜欢听花严经就在这个讲堂喜欢听法华经在那个讲堂喜欢学净土的这里有讲堂每一个宗它有一个讲堂，大的丛林里面都是一千人以上，出家人一千人，还有附近的居士在一起可能听课都成几千人的我们现在看这个规模就好像大学一样所以丛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色，是什么，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佛教的学院，佛教的大学所以这个要兴这个佛法，我们首先要将佛法是什么佛教是什么跟大家讲清楚要大家认识佛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不是宗教刚才讲的佛教两种，一个教育一个宗教其他重变质的佛教是什么呢，企业的佛教将佛教呢当企业来办办佛教事业可以赚钱的还可以开这个分支机构好像分店一样，全世界可以连锁的都有这个是更加变质了第四种呢是旅游的佛教，现在中国大陆非常多这个寺院佛教协会和当地旅游局合作开发建一个大寺院吸引游客增加当地财政收入旅游佛教当然这个呢只要对社会没什么大伤害我们都 不需要反对他旅游佛教人家来旅游看看佛像看看寺院如果有人懂得佛教的在里面跟他们讲解机会教育这个也是好事如果没有人讲解了得个看不明白你比如说天王殿里面弥勒菩萨那个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画这个像有什么表法你要讲清楚四大天王他们是什么表法的意思要讲清楚所以这个佛教协会宗教局和旅游局合作应该怎样呢起码要培养一批导游
要佢哋至少要識得最基本嘅呢啲佛教常識。旅客嚟咗之後，佢同佢講，講咗之後亦都受教育嘛。呢個旅遊嘅教育，旅遊嘅佛教。第五種咧，就變成咗邪教嘅佛教，打住佛教嘅旗號嚟騙取自己嘅名聞利養。呢個係做無間地獄嘅罪孽啊！人哋睇到佢喺度打佛教嘅旗號，以為佛教就係咁樣。呢個係斷人嘅法身慧命啊！所以佛教有不同種嘅形式，依家喺呢個世間都有。仲有一種係學術嘅佛教。總共六種學術嘅佛教，大學裏面以佛教作為專業，開班，開研究所，開博士班，你可以得到博士學位，可以將來做佛學嘅教授，寫論文評職稱，這個是完全是世間大學學術的這種模式。所以这六种佛教的形式，我们要看清楚之后自己要选择，我想学哪一种佛教。我出家是为了学正统的佛堂教育。我不希望搞宗教的佛教。因为我又不懂，你说我去这个打法器那些我不懂的。连同人家的造成皈依我都不懂的。要皈依呢，我一定是请我们师父唱功和你皈依。我不懂的，敲法器打个引磬都打不好。宗教不懂。学术呢，我搞了八年学术了，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我觉得如果我变一个科目，不教金融来搞这个佛学这个研究，也都没什么意思。其他旅遊的佛教啊，企業佛教更加沒興趣，邪教就更加不會了。我們是學正統佛陀教育，釋迦牟尼佛當年就是這樣的這種教育。眾生你跟他講清楚了，他明白了之後，他學他就有正確的方向。佛教為了什麼為什麼要教你佛陀教育为了出三界，为了成佛道。我为这个目的来学佛的。这样一开始行上了正路一路呢到最后就可以达到你的圆满的目标。如果一开始就搞错了，一错就错到底，好可惜。这些就叫做受法眼，帮助众生懂得怎样选择。他认识了佛教之后，想发心来学佛了。学佛是什么呢？学做佛这个是学佛的目的，不是其他的，不是为了你拿个佛学博士学位亦唔係話為咗你冇事呢、這個平時咧得閒冇事做可以消遣一下唔係咁噶更加唔係話將來我希望我講經說法做一個大法師，個個都可以尊重我供養我，更加唔係咁樣。呢、這個搞名聞利養真正目的係你要成佛啊！咁點先能夠成佛呢？咁我哋依家身处末世唯一能够成佛、当生成佛嘅法门就系求生极乐世界。你睇两个阶段嘅人，唔认识佛教嘅，帮佢哋认识佛教；入咗佛门啦，帮助佢哋认识净土法门。
呢一生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啊，所以我哋受法眼，首先自己要有呢个法眼，啊，依教奉行啊！佛教俾我哋呢个殊胜嘅法门，我哋能够信，能发愿求生净土，啊，能行，能如法修行，啊，咁你就先叫做有法眼啦，啊，然后你先能够受于众生呢个法眼。下面经文讲的道恶趣开善门，道是道塞，即是塞住它，指住恶趣之门。恶趣是指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这个三恶道是苦不可言，太痛苦了。经常讲三途啊，即系三恶道啊，出嚟好难，入去咧好容易，一入就系五千劫，唔系五千年啊，系五千劫啊，一劫等于12.7亿年啊，如果堕咗地狱啦，咁就更加苦啦，所以呢啲大菩萨啊。看到众生啊，做恶啊，容易堕恶道啊，就要帮助他们啊，堵塞这个堕落三恶趣的门。三恶趣的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心里面啊。你的心如果起了贪嗔痴，这些烦恼，三恶道的门就打开了，一念贪心起来了，饿鬼门就打开了，将来我们要堕饿鬼道，一念的嗔恚心起来了，看人不满意了，发怒了，地狱的门就打开了，你看看如果一个人发怒的时候，这个整个面上啊，通红啊，这个咩啊？火烧地狱啊！这些怒火积埋积埋积得多了，地狱的业报就现前了。地狱里面的火是哪个点的？自己那些怒火点出来的，积累出来的。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放下这些贪嗔痴啊！如痴就是畜生的门，所以发生大事要堵塞我们这些三恶趣的门，就是帮助我们调教我们，使我们能够放下贪嗔痴。那我们不起贪嗔痴很难啊，在座的各位，这一生从来没起过贪嗔痴的，请你举手看看。没，从来没发过怒，从来没有过怨气，从来没有过不平，从来没有贪心，不贪财，不贪色，不贪名，不贪食，不贪睡，从来没有愚痴，念念都觉悟的。咁嘅叫冇贪嗔痴啊！我都唔够胆举手啊！我贪嗔痴都好多啊！咁啊麻烦啦！咁三恶趣嘅门咁啊入紧啦，确实。如果我哋得唔到净土法门啊，靠其他嘅方法，估计啊好难脱离三恶道。这句话不是我自己够胆讲的，谁讲的？印光大师。
佛门高僧大德啊，净土宗第十三祖啊，佢自己啊提醒自己啊，佢话你将死啦，快啲念佛啊！若不往生净土，必堕地狱，连饿鬼畜生都难求啊！印光大师自己清楚，因为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的贪嗔痴的种子太多了，无始劫来分习啊，已经成为习惯了，一遇到境界了，好自然就会起贪嗔痴，你不想起都不得。所以你想要得定，想要开智慧，非常之难。而你不开智慧，你就出不到六道，更加出不到十法界。那我们靠净土法门呢，不是靠自己有什么力量，自己的定位力不够啊，不是不够啊，不够都好，太好听了，根本就没有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今我们这一生有希望能够出来呢？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你看《无量寿经》这个第六品，请大家去看到第六品，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发的愿，第一个愿就讲得很清楚了。你看第二十三页的最尾一行，三恶道中啊，你看对倒数第二行啊，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阎摩罗就是地狱啊，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的众生，无论你是不是在六道定是三恶道，讲老实话，我跟大家讲啊，我自己也是三恶道众生。为什么啊？贪嗔痴啊，经常会起来啊，咁将来就系三恶道啊！但系咧，我靠阿弥陀佛，我有信心，因为呢个愿喺呢度啊，我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即使我依家喺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去到极乐世界，就受阿弥陀佛嘅教化，我可以成无上正等正觉。不服更多恶趣啊！所以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罪业的，杀盗淫妄贪嗔痴慢，将来一定会堕恶趣啊！但是能够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第一条愿就跟你做保证了，你可以不服更多恶趣，你不会再堕到三恶道，你可以横超三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成佛，极乐世界不退转。所以看到这一愿，我们心里面就安了，以前做罪业了，现在不要再做就行了，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以前那些就不计了，阿弥陀佛都不会计我们的。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不会计我们。但是你现在还在这里做罪业呢，那就不行了。你还在这里做的，说明你没有这个诚意啊，你不想去啊。你不想去，那阿弥陀佛没有福啊。你一定要想去才去到，你不想去啊，阿弥陀佛怎么拔你都拔不走啊。你个同呢个六道啊，同三恶道啊，结下咗不解之缘啊！咩嘢系不解之缘啊？
所謂啊，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筋啊！個地獄啊，有五條筋啊，將我哋牢牢咁綁喺個地獄裏邊。所以我哋想要出嚟，一定要放下慾望啊！財貪財、貪色、貪名、貪食、貪睡，一定要放下。唔放下，阿弥陀佛想嚟拉你都拉唔走啊！啊！所以盜惡趣啊，依家我哋就要將惡趣嘅門啊堵塞住佢。每日就要落功夫反省自己，啊，检点自己，睇下一日落嚟，我有冇喺度贪嗔痴，有冇造作杀盗淫妄酒，啊，呢个五戒有冇犯，十善有冇做到？十善系身不造杀盗邪淫。口不能讲妄语、两舌、恶口耳语，意不起贪嗔痴。如果有，要忏悔呀！啊，忏悔就是改过自身，从今以后不再做。啊，要努力去修啊！这个就叫做修行啊！修行冇咩话啊，好奇巧嘅地方，就系每日改过自身。啊，行系行为啊，行为有错误就要修正，咁叫做修行啊。边个冇错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能够改，你就系大善。无量寿经这个阿弥陀经讲话上善，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些上善不是说生来就是上善的，没可能，是他们能够改他们的恶就变成上善。所以开善门啊，怎样开法啊？改过自身啊，断恶修善啊，首先要将十善业道要做到。无量寿经呢度呀，亦都对十善业道讲得非常之详细。啊，喺二十五品里边有提到个纲目，喺三十五品里边，成一品最长嘅经文啦，就系讲十善，讲五戒。说明你修净土啊，断恶修善是非常重要。咁呢个善门唔单止系话六道里面嗰个善啊，如果你只系修十善，你唔肯求生极乐世界咧，只系六道里面嘅善道，你出唔到六道，啊，得到人天福报。咁呢度嘅善唔系话咁简单噶。开善门是开什么？菩提涅槃之门，成佛之门，亦即是你求生极乐世界，你就能够不退成佛。这个就真真正正叫做开善门。在本经里面讲话，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这个就是超善门啊！佛国非常容易去啊，但是经常讲话易往而无人，容易去，但是没人肯去啊。为什么没人肯去？不认识，不了解，当面错过，这些人太多了。
所以我哋点解要喺呢度啊？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系净土五经第一经，整个净土法门所依据嘅修行嘅理论方法，极乐世界嘅依正庄严，阿弥陀佛嘅本愿喺呢部经系讲得最详细，其他嘅经都冇提到咁详细。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五经里面只有呢部经讲到。我哋每日早晚课念佛之前啊，唱嗰个赞佛偈，四十八愿度众生。四十八愿系乜嘢啊？你唔读无量寿经，你点会知啊？只有无量寿经先讲四十八愿啊，阿弥陀经冇提到噶。所以阿弥陀经系咩咧？你将无量寿经读到好熟啦，用阿弥陀经嚟提纲挈领，你好容易契入。阿弥陀经太简单了，太简短啦，一般人啊理解唔容易啊，太深啦。好多人觉得阿弥陀经好简单啊，就好似啲童话故事咁样吓啊，释迦牟尼佛同大家讲有咁极乐世界，系你里边太深了。你想要真正将阿弥陀经深入了解，必须要对花严经要有深入，你先懂嗰个理事无碍嘅境界，事事无碍嘅境界。一花一草，鸟说法，水声说法，无非都系圆融无碍嘅花严境界。咁《花严经》又太长啦，《无量寿经》就最啱啦，《中本花严》啊，你对《无量寿经》有深入理解之后，你睇《阿弥陀经》就全部能够明白。所以《无量寿经》一定要去讲解，而且要好细致咁讲解。我哋呢次讲嘅非常之细，反正冇时间限制，慢慢嚟，唔用。长时间详细讲解，好难将呢个经文里面嘅心意啊阐发出嚟，好难啊，都系随口划过啦。经文读啊识读，但系咧里面嘅心意唔识啊。咁有人问啦，点解《无量寿经》咁重要？喺我哋中国祖师大德里面咧，冇人去提倡啊？祖师大德都系提倡《阿弥陀经》。你看净土宗十三祖唯有第一祖慧远大师提倡无量寿经，之后呢没人提倡，注解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都是注解阿弥陀经，没人去弘扬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无量寿经千年来没有一个善本，无量寿经翻译历史上曾经有十二次翻译得咁多，所有经典里面这部经翻译得最多。为什么祖师这翻译经的译经师这么重视这部经翻完又翻呢？因为它太重要了嘛，而且它在末法时期是我们众生依之得道的经典嘛。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来一切含灵皆因此法而得道脱，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讲。所以译经师，对这个经翻译了很多次，可惜十二个译本七种已经遗失了，剩下有五个译本，原译本只有五个。但是因为这部经佛讲了很多次，所以那个原译本可能本身所依据的梵文的版本都不同，因为每次讲的不同的内容，所以你要读遍五种原译本，你对这个无量寿经才能够有全面的理解。这个当然很麻烦，所以祖师大德就没有去注解它了，太麻烦了。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的时候，有引用
宋朝王龙书居士汇集的《大阿弥陀经》。邱溪大师注解《阿弥陀经》是原宗抄，他是全部引用的，但是这个《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第一次汇集的版本。但是王龙书居士汇集的确实非常难得，第一次尝试。你不将这个汇集本，你不去汇集它的原译本，你要大家去读那五种原译本很难。你说在座包括我在内，哪个说将五种原译本都看过了？一个都没有，太难了嘛，太麻烦了嘛。我自己都没看过，专门研究无量寿经都没看过。看一看一片段，他不会 全部这样去研究，浪费时间太多了。就一定要汇集，汇集是便于我们学习，便于我们受持，这个是应该去做。就是莲池大师引用《大阿弥陀经》，邱溪大师引用《大阿弥陀经》，藕益大师莲宗第九祖印光大师最赞叹的人物，发生大事再来，当时他是亲自为《大阿弥陀佛陀经》作一个序言，黑本流通，藕益大师提倡汇集本，所以依家人反对汇集本，咁啊等于同祖师作对啊，同莲池大师作对，同藕益大师作对。印光大师虽然对《大阿弥陀经》呢个汇集有批评，是因为他的汇集不够圆满，有瑕疵，有不足的地方。印光大师不是说不可以汇集的，就是因为他汇集得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后面还有第三次的尝试。魏源居士第二次汇集，希望能够解决前人的问题，但是他还是不圆满。到了下莲居老居士，民国时期100年前，他第三次汇集无量寿经，这一次就真真正正将无量寿经汇集出来，非常圆满的汇集本。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出自于原译，没有自己加一个字。这个大家你自己想去有兴趣，你可以去研究。我就研究过，我有一本书是五种原译本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相比较的，一个字一个字可以在原译本里面找出来，绝对没有新添一个字，而且这个意思汇集得这么圆满，那个经文的语言又这么流畅，所以真的叫做最善本，远远超过王龙书和魏源的汇集本。这个近代的大德都称为最善本，包括谁呢？慈州律师，近代很有名的六宗的大德，他不单止赞叹，他亲自还讲这部经，还为这部经做一个科判，我们现在都看得到。还有梅光羲老居士，这个都是佛门，虽然是居士，但是佛门的大德。还有当时开悟的慧明老法师，亲自为这部经认证。台湾李炳南老居士又亲自讲这部经。李炳南居士是我们师父的老师，所以李炳南将这个经交给我们师父净空老法师，净空老法师一生就弘扬这部经，每一个地方的人看到这部经都欢喜无量。这个是什么呢？真是佛光住照，众生有福，
能够遇到无量寿经最善本。无量寿经曾经尘封于大藏七千年，从慧远大师之后就没人再提倡，一千年来都没人去提倡，现在终于重放光明了。我们刚刚遇到这个时代，你说我们的福报有多大？而这部经就是将来末法时期九千年度化众生，帮助他们能够往生净土，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护习本。这句话是净空老法师讲出来，我非常相信。以后还需不需要汇集呢？不需要了，这个是圆满的了。下莲居老居士是大菩萨再来，才能够将这个工作做得这么好。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帮我们渡恶趣开禅门，永离三恶趣，当生往生成佛。下面经文讲，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将一切的众生都看成是自己，你才能够发出同体大悲，同众生是一体，那个慈悲心是自然的。就好像我们自己身体，如果有一个器官有病痛，是不是全身都要去帮助它？譬如说你的左手有个伤口很痛，你的右手你就要去抚摸它。对它的爱护是无条件的，叫做无缘大慈，缘就是条件，无条件的慈悲。为什么没有条件呢？因为是一体的嘛，左手和右手讲什么条件？我要给你多少钱你才跟我做？你对我有恩，我怎样回答 回报你？他不讲这些的嘛，同体大悲。不单止不讲价钱，而且没有起心动念，是自然反应。这个痛即刻去摸它，这个自然反应嘛，不用经大脑的嘛。菩萨对众生就是这样，他将众生就看成自己，不是说看成自己，就是自己。这个事实真相，讲看成自己都已经隔了一层了，事实就是一个自己。十方一切众生和自己同一个法身，觉悟的人他知道遍法界尽虚空就是一个自己。开悟的人他明白，迷惑颠倒的人呢，在这个一体里面分自分他，分别执着，这个是我，那个是他，我和他呢就水火不容，损人利己，他忘记了人就是自己，损害他人就是损害自己，利益他人才是利益自己。菩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才能够轻大悲悯有情。你没有这种觉悟，你硬来都做不出来的，做得很不自然的。他有这个觉悟了，他知道他就是自己，你是自己，个个都是我，我是为我自己，不是为其他人。所以利他就是自利。
在《涅槃经》里面有一首偈，有两句讲的，一切众生受而苦，悉是如来一人苦。佛菩萨他就是这个心态，我们说世界观、宇宙观，这个观念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就是自己，所以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自己，是一个人在受苦。所以先要发心救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下面经文讲话，请济苦河皆度彼岸。这个请济就是救度，苦河就是何担担负，菩萨发誓发愿要担负，要救度一切的众生出离六道，出离十法界。佛睇我哋一切众生好似睇自己嘅独仔一样，无微不至嘅关怀爱护。众生需要乜嘢，佛恨不得将自己乜嘢都攞晒出嚟，所以头目骨髓与众生共。你要我个头，我就将个头俾你；你要我个眼，就将个眼俾你；你要我骨髓，我就将骨髓俾你。什么都可以贡献给众生，他没有自己了。这个人真正觉悟，凡夫做不到。为什么呢？他迷惑，他认为这个身就是自己，对这个身体就执着放不下，对身的执着跟住就对身外物嘅执着，我嘅钱、我嘅嘢、我嘅家亲眷属，呢啲就放下，就有控制嘅念头、占有嘅念头、支配嘅念头，喺呢里边造业到最后咧，你想控制、想占有嘅，乜嘢都带唔走啊！带走的是你曾经做过的控制、占有、支配的业，所谓万般将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能够带走的就是你做的这些业。这个业讲的简单一点，讲就是你曾经做过的事情留下的印象，就是你的业。佛法讲的是种子，这个种子将来遇到缘就会起现形，现形就要受果报。所以菩萨看到众生迷惑颠倒，发心救度，皆度彼岸。这个彼岸是无余涅槃，即是成佛道。佛道是彼岸，凡夫在此岸，从此岸到彼岸要经过一段中流。中流是什么？是烦恼。所以到彼岸就是要将烦恼克服、放下、超越，那你才能够到彼岸。那这些都要通过讲经说法教学才能够达到目标。众生你不教他，你要他自己悟，一万年都未必悟得出来，一定要教。教之后他明白了，他就先开始改，发心去修行。而念佛法门是最快速的方法。
只要能够真信切愿求生净土，你就一定可以往生，就皆到彼岸了。好，下面呢经文讲完这个德用无方了，就讲德为齐佛。释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好，这个亦都是赞叹参加无量寿经法会的诸大菩萨。这些菩萨都是具有如来觉悟、如来功德的人。前面经文讲话这些法身大士很多都是成愿再来。这里讲话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悉是全部啊。所有的这些法身大士菩萨通通都有诸佛的功德。换句话来讲，他们就是佛啊。现在示现一个菩萨来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来做影响众他们的本职就是如来啊。智慧圣明啊，智慧是如来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明白实相的智慧，我们又叫做般若智慧。它不是说世间那些世字变聪你懂得很多，很懂想东西，头脑很好很聪明，很灵活，很敏捷，那些世字变聪不是这里讲的如来智慧。如来智慧是什么？能观照实相，圣明，这个是作用，智慧的作用是圣明。什么叫圣呢？对一切的事都能够通达，就叫做圣。所以中国古人就讲圣人，圣人是什么人？对于一切事物真相通达明了，这个就叫圣人。佛是大圣，尽虚空遍法界，没一样他不识，没一样不知。明是什么呢？明就是照了，令明觉照。众生如果有问题有疑惑他求佛菩萨，佛菩萨就即刻用智慧来帮助他们。他们帮助众生不需要起心动念，自然就照了好像个镜镜能照照的时候，你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但是呢，它照得很清楚，很明白。完全照出事实的真相。绝对不会扭曲。菩萨的智慧就是这样。照的时候，心中是清净，无染。照完之后物体移开了，镜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心是空其实呢照那时候镜里面都是什么都没有的还是空的，不是说照那时候镜里面真的有一样东西，不是的这个就是智慧，智慧照了就是叫圣明不可思议，不能够用语言和思维
可以去啊应用或者明白啊呢种境界，一定要放下我哋嘅起心动念，先能够忽然明白。啊，你用思维啊去推理去研究，永远都研究唔出个结果。啊，所以学佛啊，话难又好难，啊，话容易又好容易。难喺边度呢？难喺啊，你已经啊打妄想，用你嘅思维啊形成咗习惯，要你放下你就放唔下，难喺呢度。容易喺边度呢？你一放下就得到，妄想分别执着，一放下你就成佛。啊，问题就睇你放唔放得下。咁要放下，必须要看破。看破就系对事实嘅真理要明白，叫做看破。啊，所以经教一定要学啊！啊，学经教嘅目的就系看破，为咗放下。啊，唔系话为咗增长啲咩常识噶。啊，所以学经一定要懂得呢个道理。我哋唔重视语言文字，啊，唔重视呢啲名词俗语，啊，我哋唔系喺大学教讲讲书，啊，亦唔需要考试，啊，你嚟呢度唔系话得学分，乜嘢都冇，嚟呢度做咩啦？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妄想，不分别，不执着，啊。咁你先能够契入，能够明白如来嘅真实义啊！所以呢度讲不可思议，亦系提醒我哋啊！啊，唔可以用思，唔可以用意啊！思系用思维，意系用语言。呢个系离语言，离思维啊！讲离又唔可以话完全离，你唔用语言，唔用思维又得唔到。但是用不可以执着它，啊，不着文字上，不着言说上，不着心源上，心源就是思维，那你就能够得诸佛无量功德啊！那我们凡夫这个做不到，又想得到诸佛无量功德，点先能够得呢？唯一一个方法啊，介绍给你听，《文殊波野经》里面讲，能够念一佛，念一个佛名啊，这个功德与十方诸佛功德无异。文殊菩萨为我们讲，你能够念一句阿弥陀佛，你的功德就是悉获诸佛无量功德。啊，哇，有没有这么厉害啊？我不信，啊，你不信你就没了，你就获不到了。啊，怎样才能够悉获诸佛无量功德啊？一定要靠信心，信是最重要的。信为能入啊！啊，古德讲话，才入信门，即登祖位。啊，你呢个信心坚固不退，你就做祖师了。呢，这个就是讲个信心紧要。点解啊？你以真正深厚的信心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名，确确实实同一切诸佛功德，没有任何差别。你肯不肯信？你肯信的人一定是念佛了，那句佛号不会间断的。你还有间断，还有想这样想那样的，说明你还是不信嘛。啊，佛的功德你都不想得到吗？啊，你不去修行，不去努力，就是因为未信。
咁點啊？嚟聽經啊！啊，同你開解啊，講到你信為止啊！幾時你一信入啦，唔需要聽經啦，就入念佛堂啦，一日24个钟头就浸喺嗰度念佛啦，得念佛三昧，喺裏面成佛啦。我经文呢下面呢是总结。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这个是参加法会的大菩萨无量无边啊。一时都来齐啦。啊这个一时啊我们在刚刚开经那时讲的啊一时是一样的意思。时间是假的。你千祈不要说到底是几时啊是公元几多年啊公元前应该是啊公元前几多年几多日几多几多时啊先来到啊你这样执着了。那个时间是不一定的。现在物理学家都对这个没有任何疑问了。时间是由于运动物体相对速度确定的。相对速度不同的时间就可以变化。所以哪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时间呢而佛法讲得更加明白了。一切的时空就存在于你当下这一念。一念中啊具足。一念的时间有几长啊弥勒菩萨讲。一坛子啊，320万亿个念头，咁一念啊等于几多啊？如果系一秒钟可以弹五下，再乘以五嘅话，咁就系1600万亿个念头，亦即系一个念头1600万亿分之1秒，呢个系一时，一念之时啊，来齐啦。所以整个宇宙就在你一念啊！你还要问几时啊？就在你依家，就在依家。当我们进具足信愿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你依家能够具足信愿，信心坚固，愿力坚固，当下这一时，你就在释迦牟尼佛。奇刀掘山中的法会当中。当下你就入极乐世界了，亲自听阿弥陀佛讲经了。你现在因为有怀疑，所以你有这个时空的隔外。没有这个疑惑。没有这些烦恼妄想的时候，时空通通突破了，一念变成无量劫，无量劫可以缩成一念。所以这些大菩萨一时来集合齐了，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净土法门，这个都是这些大菩萨的本愿。这些菩萨都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度归极乐。能够帮助十方三世一切有情。十方是尽虚空遍法界。不单止是地球上的众生，其他星球，他方世界众生都要因这个净土法门得到。所以我为什么要选择弘扬无量寿经，就凭这个一定是法缘殊胜。个个都啱，有佛力加持。原来我是用国语讲经，听的人很多。现在用广东话听也是很多。将来呢师父上人叫我用英文来讲无量寿经，我相信都会听的人很多。
呢个系咩？阿弥陀佛加持啊！啊，因为十方三世嘅众生都契合呢个法门。啊，三世系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嘅人啱，依家嘅人啱，未来都啱。啊，只要有缘遇到呢个法门，冇话唔得到。所以呢啲大菩萨同释迦牟尼佛同心同德啊，同愿同行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嚟讲经啊，佢哋都嚟护持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系听经闻法嘅底下坐嘅好多系大佛菩萨，甚至系如来在嚟啊。所以我喺呢台上讲经啊，我对你哋都好尊敬嘅。啊！你哋都系大菩萨啊！唔系我呢度教你啊，系你哋系俾呢个机会我啊，督促我上台嚟讲经嚟分享啊！讲经系咩啊？分享我学习嘅心得啊！如果你哋唔嚟听，我就懒啦，唔想讲噶啦。你哋嚟听啦，逼住我一定要讲啊！所以你哋成就我啊！啊，下边经文又讲，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会。呢、这个系讲人天众啦。首先讲四众里面的比丘尼，前面讲了比丘一万两千人，比丘尼呢是女众，受了比丘尼戒有五百人，清信士呢就是在家男居士，这个俗语叫做优婆塞，优婆塞就是在家受五戒的男居士，有几多人啊？七千人，人数好多啊！啊，因为呢个法门好适合在家。清信女五百人，呢、这个系在家女居士。啊，当时正法时期啊，听法嘅人男嘅比女嘅多。啊，依家末法时期颠倒过嚟，女嘅比男嘅多。嗰个比例可能同我哋依家讲堂里面嘅比例差唔多。啊。等于是70:5或者是14:1差不多这个比例。咁末法时期呢做女生容易得到啊。啊点解啊这个法门啱你嘛。啊末法时期得到确确实实净土法门是唯一法门，你再搞其他的，没这个时间，没这个精力，你也不是这个根性。啊，男居士又要说，这个努力迎头赶上，希望我们将来的男居士要越来越多。希望出家人也都要多一点。我哋呢度咧，好似仲未有出家人啊，好似有两位啊走咗啦。啊，呢、这个末法时期啊，所以真正希望能够兴旺佛法，一定要多听经。啊，你睇呢啲大菩萨点样嚟护法啦？嚟听经就系护法。啊，可能在下边听经嘅人嘅水平比讲经嘅人水平仲远高，佢点解要嚟听啊？就系嚟护持啊！还有诸天大众啊，欲界天、色界天，这个三界里面这两界，无色界它没来，为什么无色界没有身体？无色就是色是物质，没有身体，它是在这个深度的禅定里面，所以它们也都是有好有不好，好是什么？它们很快乐在禅定里面，
但系佢咧唔好系咩？你错过咗文法嘅机会啊！好似人瞓着咗啊，瞓过咗笼啊，佛咗已经走咗啦，所以唯有欲界天、色界天嚟听，诸天梵众啊，呢、这个梵系梵天啊，佢哋都嚟听经闻法，释共大会啊，所以呢个大会啊，那个殊胜庄严嘅场面，大家可想而知。你睇下人数就20,000人啊，12,000比丘啊，500比丘尼，7,000男居士，500女居士，夹夹埋埋，总共20,000人。比我哋4月份嗰、那个三时系列大法会仲要人多，嗰时先12,000啊，应该20,000人啊，博览馆都唔够装啊。那个场面啊，广大。除了人之外，那个非人啊，诸天梵众啊，更加多。呢度仲冇提到，后面有提天龙八部、八部鬼神啊，无量无边，通通嚟齐啊，仲有大菩萨众啊，诸佛如来同他方世界嚟嘅，同花严经啊。那个法会冇咩两样咁呢个系当时法会咁殊胜啊。咁我哋依家咧，我相信啊，可能冇释迦牟尼佛咁殊胜，但至少我哋可以系佢嘅1%都有啩。你睇我哋都系200人，佢系20,000人，我哋1%，1%都唔错啊。咁嗰啲诸天梵众、嗰啲天人众、菩萨众，亦都有1%啦，比例相对噶嘛。咁你就谂下呢个讲经说法嘅场合啊，多么殊胜啊！你喺呢度面听经啊，得到佛光加持啊，业障能消除啊，智慧能够打开。好啦，咁我哋第二品咧经文就讲完啦。呢个系通序就讲到呢度。下昼咧，我哋再同大家嚟讲呢个发起序。多谢大家。大众请起。